大的公司在南北呢都各有一场，嗯，真的是很难得的哈。嗯，今天不是要做菜吗？我跟你一样要讲这些话了。不过我要你的背景资料稍微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嘛哈。今天陈董，你这个台式私房菜要介绍什么菜？啊，我今天来介绍一套，一套有一套扣肉，走油扣肉，走油扣肉。好，你专门在养猪又是屠宰猪的，你看到那个我们泉州迎宾馆为你准备的这块猪肉好吗？这一块是那五花肉，五花肉，哎，三层哦，这块标到标准，很漂亮，标准的。还有那个姜、葱，啊，一些八角啦，啊，一些小麻油啦，啊，还有一些那个太白粉，哎，太白粉，啊，以及那一些糖。啊，这样来做调味。首先呢，先把这个水烧开。其实说到八角，你可以用哈金味泉的这个卤味哈卤味汁来代替就可以了。是是，我知道这个金味泉的卤味是非常好的。对对对对，就可以不需要八角了。哎，所以先把这个水烧开。烧开。哎，把这个肉放进去。那要。没烧开就可以肉放进去了，是不是？生水就可以放，生水就可以放。啊，水大概给它淹满这个肉，要淹满了，肯定要再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啊。好 ，OK， 可以了，对，把它淹过，淹过去就可以了。啊，大概给它烧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因为第一就是说把这个肉定型下来，啊，第二把这个肉这个水纤维把它去掉，啊，所以啊这样会比较好切，会比较好切，对。好的，时间匆匆已经过了半个小时，陈董，可不可以把猪肉捞起来了？可以，可以了哈。好，我来把这个拿起来换油锅。那这个现在把它捞起来，让它凉一下。我们给它烫一点冷水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让这个专业的厨师跟你指导，要用冷水烫一下。冷水烫一下，等一下要炸，要来热油，你擦干一下。你们有没有做过这道菜？类似，有没有做过这道菜？类似，上联这个金味泉的卤味汁，金味泉的卤味汁，上个颜色，哦，上颜色哦。你现在是整块要炸是不是？对，整块，整块炸，整块炸。所以那油大概温度要多高？开差不多一百多度嘛，100多度，对，100多度开，我们再来炸，差不多大约2分钟嘛。通常我们做这个是先炸，再炸，再来卤。哦，再来卤，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啦。那我们是炸一炸，啊，再来啊切片定型，再来给它蒸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对，我们这个台商的私房菜啊，就是邀请我们的台商朋友来介绍一道呢他们自己所钻研的私房菜。当然，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单元，还有爱的料理，还有呢名师上菜，还有 PK 赛呢。在135都有不同的单元，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哦。来点广播音乐网的网站，或者您打电话2800。这边。2007-28-00-2007，突然间阿姐伸出手，这边我想油锅在那儿，他说这边没有，就是看荧幕这边。现在大概有110了，对，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哈。好，来，好，要来炸了哈。哦，大概给它炸了差不多。2分钟左右，哦，炸2分钟了哈。是，这个时候火要不要小一点点？小一点点好。对。对，给它翻过来，这样比较平均一下啊。哦，2分钟了哈。不要变轨，好，再翻一次。再翻一次，对，皮才会给它熟一点。嗯，真的是。因为要炸了，就是把那个油炸出来，啊，那个皮耶，炸了给它碰一下，酥酥脆脆，酥酥脆脆。对对，是炸好的话，再给它放进这个冷水，给它泡浸。哦，这样子哦，炸好要再泡水，对，泡水大概超30分钟。哇，这块猪肉好可怜哦，3分钟都冷热哦。泡水之后，我们它整个肉质就会变得更有弹性。可以了哈，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捞进去，好啊，泡在这个冷水里面。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再来切，因为它这个皮就会膨胀起来。观众朋友，当我们那块肉在冷却的时候呢，我们陈董呢已经把青江菜哈穿烫好了，待会儿呢这就是要来摆盘的了哈，对，是要增加这个漂亮的色香味哦，色香味哈。啊，这个肉也泡水时间也差不多了，
哇，这一块肉你看，漂亮，漂亮，真的漂亮啊！所以外面是熟的，里面是生的，生的，是是是。这样它待会儿呢，如果去蒸的时候，好，那外面就会比较比较有嚼劲了，对，那里面就软软。还要再蒸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待会儿这个就要把它排到这个里面，对，这个瓮里面。这所谓扣肉就是要把它放这里面嘛。好的时候把它扣起来，扣上来，就变成就是一个模子。餐厅就是这样做的啦。哦，那这一道菜呢，已经不是私房菜了，这叫做手露菜。秋罗菜呀，对不对？两片这个姜片啊，我们给它放进去这个这个卤汁啊。好，哎，这个就是精卫全的精卫全卤味汁哈，一个匙就够了哈，要粗甜一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哈。这个是稍微一点盐巴哈，一点点啊，提味一下嘛哈。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放下去，就可以放下去，真的，我们放下去之前给它切一个葱，切葱，对，给它提味一下。这样就 OK 了。这样给它蒸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哦。好，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下，广告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台湾好滋味现场。精卫全运用黄金比例调配出的独特口感，将食材好期待，好漂亮哦！不过呢，还要酱汁哦。现在还把这个刚才倒出的这个酱汁已经挑好了哦，再把它淋上这个酱汁，更漂亮了，油油亮亮的，让它有光泽。对，哇。这道菜一共要多少时间呢？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等了两个半小时。等了两个多小时。容易啊！谁知盘中餐呢？粒粒皆辛苦。是啊，来，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品菜的嘉宾哦，他就是我们泉州侨联主席陈小刚，陈主席。大家好，欢迎。今天请您来品一下我们嘉义乡肉品公司的董事长陈国信先生他做的这一道来菜名叫做左有扣肉啊，好不好吃呢？现在开始啊，来大家一起来品尝啊。哇，都是胶质哎，都是胶质哎。很好吃，油而不腻啊。真的是要时间而已，不然真的是很下饭的。因为这道菜原本就需要那么多时间。对对，要我们的肉能够入味其实不容易。尤其主席，你有没有发现你吃那个酱外层像皮这脆脆的，有没有？外层那个皮脆脆的，里面嫩的。嫩的。香味十足。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香类似的有，比如我们这边。你跟他们拌着俩类似的，对啊，还有梅菜扣肉也是这样，梅干扣肉，对，但是那个没有这味道，真的很好吃。要不然你看他们的表情，赞。阿龙，好，那主席，我就不免了吧，开心的一笑，就是了。我就是要看看主席。那陈总，你自己品尝自己的手艺呢？还满意。很满意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吃的，对不对？一直都是这么好吃的，一直都是好吃的。好 ，OK。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羡慕吗？要不要来参加呢？来品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好，赶快到我们的来点广播音乐网的网站，或者呢打电话来报名28002007，28002007哦。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台湾好滋味》。让你开心又开胃。